我又发现了一个超解压的活动，刮菠萝。牛肉六，猪肉四，剁成肉馅，稍微加点盐入底味。一整个洋葱记得切碎一点。关键的地方来喽，对象吃不完的吐司加入牛奶搅拌搅拌。炒好的洋葱，拌好的吐司，加一点五香粉一起抓进肉馅里，再打入一个鸡蛋，均匀的分成四份。我平时都会多做一点，用油纸垫一下，放进冰箱冷冻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煎一煎就好了。切片菠萝和肉饼一起下锅，记得一定要煎到定型再翻面。加入清水，盖上盖子焖熟。先用这个肉饼做个汉堡，芝士片一定要趁热放上去，用余温把它软化。另一种吃法，先做个酱汁，直接淋在牛肉饼上。剩下的菠萝也不能浪费，来个菠萝冷泡茶。这样做出来的汉堡和肉饼真的是贼多汁，无论是配面包或者直接吃都非常绝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